天边是那被点亮的城市，一切都像是真的。这种奇葩游戏已经玩了那么多次，每次都以为不一样，直觉告诉他他是全部，他代表全部，全部都是他，全部都在他身上体现。他是一切的根源，星空大地，草丛蝼蚁，时间一切互相彼此，都是这个身体，都是他自身，都是自身的记忆。但是为什么要分离？为什么石头是石头，而不是他，反而把他绊倒在地？为什么是碰撞？那个柔弱的自我承担着全部梦幻，以及梦幻生出来的梦幻。如果不这样认为了，也不那样认为了，如果他不认为了，他没有想法，世界是个想法，想法是真实际，甚至认为的认为。他经历着所有人的黑夜，他的命运关系着所有人的命运。杀了他，一切都会消失。为什么平静？为什么要震动？为什么总是这么及时？为什么总是来临，永远来临？为什么要真实到难解难分？